是啊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的时间点呢，是2017年元月15号，深夜的23:06，是不是？OK，元月十五号周日，OK，好，我们这段要录的是什么？是江苏那趟那个是哦，进去看看脸书的部分，基本上还是封闭状态，也小宋也不打算把它开放了，是。虽然它是转贴的，是吧？是来看看这一段，江苏拿情字原词，是宋安音译，那不只是音译，还包括了解说的部分，让您看得懂，为什么会这样音译，基本上很普普的。level 水平，您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音译，它英文，我们欣赏一种语言呐、啊，凭感觉嘛。但你越深入，你每个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呢、啊，越深入，不见得越有感觉，是吧？Ajay 淡淡静静，窗前明媚苔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来听听看他的就是这首曲子啊，是江苏的，很早期的，有没有20年？可能有吧，我不太清楚。就像2016年安才做的释文，这个翻译版本呢，最后的修改更早了，更早于2016年，至少年底之前应该有了吧？是释文的部分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啊。
是这部小宋翻的东西到此告一段落，秦字。